好，现在的 Selina 她已经开开心心的在家里面休养了。原本以为她坐在的一辆蓝色保姆车上，这车门一打开，怎么不见 Selina 呢？其实是唱片公司早就安排好的，他们安排了另外一辆厢型车载着 Selina 进入了社区大门。调虎离山之际，全部都是为了要保护 Selina 不受媒体打扰。蓝色保姆车从林口长庚医院直奔天母，原本以为 Selina 跟好姐妹 Hebe Ella 坐在车上。但车门一打开，出现却是两名戴着口罩的工作人员，全部人看傻了眼，才知中了调虎离山之计。原来另一头 Selina 坐上的这一辆银色七人座厢型车早就进入社区大门，后方还有一台轿车挡住车道门口，几名穿西装的保镖下车挡住媒体拍摄。唱片公司那么小心不是没有原因，因为在医院住了将近三个月的 Selina 终于可以回家休息，妹妹任容萱也赶来探视姐姐。家里其实就是还蛮多人的，谢谢你们。那妈妈看到她之后呢？妈妈非常的感动，谢谢大家的关心。对，谢谢大家。不断直说谢谢大家关心，好姐妹 Hebe 也贴心帮 Selina 将她的爱犬送到对面宠物店洗澡。好，小兵，你们不要笑，小兵，谢谢。Hebe 透露 ，Selina 妈妈做了猪脚面线，帮 Selina 去煤气。住在医院快三个月的 Selina 终于返家休养，亲朋好友的脸上多了笑容，看得出来相当开心。中新闻陈嘉明、林博宇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